老朋友啊，老关心啊，咱即马吼伫咧找这个航模秘录，啊，拢总无消息。尤其京城，建业必胜啊！吼、哦，啊，这全天下敢是干那？你会知航模秘录的下落？嘿，你是去看到模型来，唔系啥物？我会知航模秘录的下落？听到咯。态度呢？方才听甲真清楚，干那你老古董会知影航模秘录的下落？是啦是啦，全世界干那伊会知尔。那什么是安怎？二位英雄尊姓高名？小刀魔剑。哦，一个做小刀，一个做魔剑，哦，我那歹清清呢。恁两个安尼出来是要创啥？为着航模秘录，老古董，赶紧将你航模秘录交出来。你咧看到模型啊？我明明都无。方才伊甲老屁阮咧讲话，阮已经有听。航模秘录都是你的灾鸟。是啦是啦，全世界都是干那这个啊，老古董上厉害，所以伊才会知老古董全天下。无人拍伊个死，后我多听讲伊功夫是一流的，甲哪里才知？安尼好，航模秘录交出来，老皮阮你离开，只无你个代志。好，安尼好，我离开吼，哈，老股东较保重嘞，哈，啊，我离开。人心大啊！你明知这两个要来啊，你就照顾啊，讲迄个话害你要做防守你啊！我实在哦，老干心，你小狗干。老古董航模秘录提来，航模秘录是无啦，雷音波干日本啦吼，啊，三国演义日本啦吼，啊，晚清十三皇朝嘛有啦吼，啊，说的是京东京西啦吼。你是咧讲啥？啊，就古册啊，古册伊个古册有啊，啊拢送互别人啊啦，航模秘录没有啦，无就甲你拍到有解释啊哈！现在非常的凉快，看我的下刀呀！哎喂呀！我无剑，哎喂呀！鸟喂呀！我被我无剑做这个欢喜啊！
来敲看航母毕了无？辛苦无航母毕了，看来老皮温阴险脱壳之计，有航母毕了，可能是伊。对呀、啊，阿娘，对看老皮温。真诚，俺都明知两个要到你要来，你就照顾安尼讲些话要红豆啊，好因两个安尼好对付啊，什么甲逼项目毕咯，啊你是真歹心，哎呦喂啊！老股东啊，保重啦，保重啦，老干心啊，我咧要死啊，啊你要死啊，死啊，我咧要死哦，你咪半暝哦，会甲你黑面照皮啊，比你遐靠你较歹心。我无歹心啦，我是爱家己好。好啦好啦，侬嘛爱家己好，我就要死啊！吼、哦，啊我死后你要搞大大的吼，啊死后送去火葬场，两个手都好势啊！你靠边啊！你干嘛送去火葬场？你娘嘞！我你讲也袂使啦吼、我的为人交代吼，你就要照我为人哦去做吼，我才会不比你扛的手的啦。啥会啥会？不是啊，不比你脚行手行啦。哦，啊你有什么威严啊？我威严就是安尼啦。哦，你啊将我带在咧阿母了地沟窟啦。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这地沟窟的所在哦，你啊照三顿吼，提迄个吼，绍兴酒啦吼，啊我加皮的啦吼，啊扫落去吼，绍兴的啦，哦，啊扫你爱三迄个吼，我较赞的吼。嘿，亲像讲哦，红金萝卜水果虾炒牛含牛油炒古仔球，嘿，澎澎派派两碗粗两碗菜，嘿，你也敢要拜哦？安尼我都拜面外久就破产啦！你若无敢要拜哦，我一定会甲你扭后脚啦。嗯，哦，我感到遮澎湃，啥物咧？红金萝卜水果虾炒啊，感到食遮济，你甲我滚！我已经要飘去啊，无食较好袂使哦。我要来跳起了啦吼！老干事，你还记得我的威严啦？老股东已经死啊，朋友一场啊！你死了，我嘛真欢喜啊！不是啦，不是欢喜，死了我嘛真艰苦。好，照你的交代，将你的尸体给你带到这个阿母寮地沟窟，然后。啊，每天照你的交代，用烧酒啊，甲这个三星酒礼吼来给你拜吼、哦。啊，我准备进行着这个工作了。已经给他安葬在这个所在阿母寮地沟窟，死去一个歹的阿母，去用掠到无半只，哈，
这所在就是你这个老古董店面之处啦，吼、哦。朋友一场，我都照你的交代，吼、哦。啊，准备这三星酒类，啊，甲这个真好啉的烧酒一只啦，吼、哦，这罐，这个五十年的这个白兰地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只俏用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准备要来离开了，请了。在这个阿母了低歌曲，哎，啊叫你要老干心，迄逐工传这个烧酒我们啉，吼、哦，啊这三星酒类拢赞嘞，迄人起码唔是一样，嗯，好，甲沙来啉，哦，这款烧酒真大罐，你敢啉啉咩？嗯，呵呵，哇，这韭菜粿真好吃，这不知道哪一间餐厅的。安尼好，啉啉咧爽。啊，准备哦，过来甲米咧内底，这个喷雾饮甲米咧内底，炸恁别落甲乌一空咧等伊，来内底休息五分钟。事情不妙！我烧酒煞啉了啊！老古董啊，真歹势啦！也我头拄啊吼，摕来甲你摆一罐烧酒吼，也都甲一罐毒药放同款的罐仔，啊，结果我煞摕唔到罐啦！毒药甲烧酒罐仔同款的，啊，我煞甲迄个毒药当作烧酒摕来甲你摆。啊！你若骹手遮紧啊，啊，煞甲啉了，老古董啊！啊，你啉落到地吼，我甲看吼，你即马变鬼嘛吼！啊，你鬼啉落到地变成即、這个魔神啊吼！啊，魔神啊死了后变成魔术啊，魔术啊死了变成魔友啊！啊，可怜的老古董啊！我来杀你老爸哦！啊，老古董，你唔是死咯？你念咧较好啦，我咧休息五分钟啦，啥物我死咯？嗯，啊，你唔是甲我讲你死，啊，我都爱传这个三星酒咧，较澎湃咧，甲你拜，啊，我都甲你拜，啊，你那脚手则紧啦，哈、啊？小等下，你讲迄罐烧酒安怎？我即马问你，你即马吼有感觉身躯烧烧无？有啦。迄画面拢嘛红起来，啊！你中毒了啊！迄是一罐毒药，我头拄仔有讲过，嗯，毒药的干啊，啊，甲这个烧酒的干啊，拢同款的，啊，我要干来甲你摆煞干唔着伊啊，啊，煞甲迄个毒药当作烧酒干来甲你摆，啊，你煞骹手才好啊，哈，一个手全甲啉了了。啊！我死了啦！你念够啊！啊是啥物毒药啦？要哪啦？解药是倒位啦？讲到这款毒药，实在是吼，会使讲非常的极毒，穿墙极毒啦！吼，这两天若无解药吼，规个身躯拢烂了的吼，会真艰苦死，搁歹死，搁非常会艰苦死。好啦好啦，莫讲个重复啦。解药是倒位啦，你唔靠，你来做错咯，人堵人啊！你咧干咩看板啊？啊，我干咩害啊？我也是啊，我。啊，这讲起来话头长啦，讲到这好啦好啦，你讲重点啦，莫佫干咩跳对边啊去啊？迄个解药是倒位啦？
这个解药就是爱这个虾刀毛剑才有啦，唔是安怎？现在佫砍恁两个腰刀啊去啊！因为虾刀毛剑顶工啊，要来逼问着你这个航模秘录的下落，结果无结果嘛？是啊是啊，无结果啊！啊无结果，换来逼我啊！啊我讲无，啊无因甲我拍拍咧，说落去这罐毒药甲我揢咧。讲假使我若是三天无办法交出航模秘录的下落，就爱叫我自杀，啉这罐毒药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讲这个解药吼，除非就以这个虾刀毛剑才有啦。我咧忍的人心态，看来看去，我看对两个妖刀啊，就是爱去找两个妖刀啊，才有办法摕解药就对了。是啦，是啦。你一定要去找两个体，吼、哦！伊若是唔好你，吼、哦，啊你就甲伊拼，又搁爱拼。啊恁爸啊，恁爸拄啊袂输咧做拍火队的拍手，啊好啦，甲遮来吼、哦，为着我的生命安全起见，我准备吼、哦、来去找这个下毒魔剑啦。你还老甘心，你哪下搞哦？你老奸臣，你搞我记咧啦。啊，无安尼，这个老古董袂点神通啦哈。随背后关系，看下这个老古董点真功夫啊。亚多魔剑，现在的一个行动就是配合着伊元始魔尊，伊要对付着伊分身碧如剑，了后夺伊身躯的航模秘录。哎呀！哎，小段嘞，小段嘞，小段嘞！古董，你不是死哦？无啦，我休息五分钟呀。来来来来来，物件赶快摕出来。啥物物件？迄解药啊，解药啊。啥物解药？阿里都迄强啊，就迄老皮温叫伊自杀迄个解药啊。啥物解药？不是啊，我讲唔对呀，是你叫老皮温自杀的毒药的解药啦。哼，高罗在莫名其妙老翻天。我咧外老啊，面老心未老，可比山中一丛草，草皮了了，草心好好。啊，你解药要给我无？高罗在闹什么解药？啊，你解药若唔给我吼，恁爸今仔日真正甲你拼。你有啥物通天的本领，做你真灵书卖说你哦？好，恁爸甲你拿，你这个下毒魔剑解药唔给我。我都不客气，给你杀落去了。
为老古董甲顶厨无共，刀剑不入，好厉害，小心哦！哎呦，我真正唔提，啊，老命配你的亲马上，好你去！啊！你真好大胆，敢伤害这边的同志，非杀你不可！啊，你这少声的假笑，好你去！两个拢破功啊！来，哈，来瞧，恁内较好嘞。我跟你讲，迄个加油，甲咪杀来哈，加油杀来。阮根本都无提这个什么毒药，要毒死着老皮阮。你胡言乱说。是啊，阮两人根本都无甲老皮阮碰头啊。啥叫做碰头啦？无甲伊见面啦。哦，无甲伊见面就说碰头，恁不爱讲，俺拢听无。你今仔将阮两人拍伤，你知你代志大条吗？是我大条，是我大条。你敢知阮的顶司是啥物人？你的顶司是安那？咱的蒋总统呢？阮的顶司叫魔界天夫，哈。怎样？无啦，暂时停止呼吸啊。我爸我母咯，啊！恁两个是迄个魔界天女的手下，你也唔甲我讲来对？拍死！食槟榔，对啊！食薰啊！一万摕去所谓，一万。你即马要找唔着啊？要背回上万啊啦！啊！我的主上一定会找你的报仇，讨回民主。老古董，你住这所在等死吧！请。老奸臣啊，老奸臣，你的老皮阮头壳尾拢咧，干要砍破那洗手？啊，明明都无迄个什么咧毒药啊！你叫啊，我来死啊！哇！啊，抓到迄个什么啊？魔界天女这顶先天的大角色，哇！我错了，咸错晒啊！古董，我咧干你烂嘞啊！你是怎搞唔正经嘞？你昆仑开机关做老皮温，你先啊，弄你害人啊你啊！也你歹人，什么我歹人？你这个人功夫深藏不露，若无到极端，你是袂施展功夫啊！你看你真正施展功夫，这两个妖刀根本都唔是你的对手啊！嘿，我都唔是安尼讲啊！你可袂知影讲伊后壁迄个大角色是啥物人咧罩着他？伊阿兄是啥物人？你讲个莫讲遐啦，啊！讲个甲时代无啥共。啥物时代无啥共？咱即马是咧做布袋戏，哈、啊，唔是咧扮兄弟，莫讲遐话啦。好啦，我是讲因老大啦，啥物老大？唔是啦，伊个前辈啦，都、就是做魔界天夫啦。哦，魔界天夫。这个人的势力范围会使讲真大，而且功夫嘛非常厉害。此人当代楚将兴庶转轮王，可说会使是讲降级的就对了。好啦，降级的老干神啊，你敢要害到这惨哦？你坦白敢要讲，你喝阿啉的迄是啥物物件？嘿哦，迄都不哩达泡蛮牛。今年靠嘞！啊，我今嘛要来走路啊啦，走路无效。也那是这个，就是魔界天夫楚人的帮派非常的大，组织非常的恐怖。你走到倒位，伊都有可能把你找到啊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背水一战哦。你爱提出真功夫，跟魔界天夫拼命。
恁爸都无咧臭背你个，啊！迄明明就知影讲这无法度个代志，你叫毋爱安尼做，嗯，死死都有，免死拼都就对啦。嗯，要拼做你家拼，嗯，恁爸要走来去迄个大陆下川岛遐，避咧较安全。下川岛遐个饭店，拢总是伊个部下去开个，你去倒啊吼，哎，自投罗网。安尼我是要安怎啊？面对现实去见这个天父啦？还是要倒去找？你袂叫这个邪道魔剑甲你引荐吗？好啦好啦，恁爸若无你害死算袂歹就对啦。恁个人善待，你老干神，你敢要记咧？背后关系，因婆嘞，下周莫讲讲，叫我大家等啊，等迄个天父，出现一个，金光满洲水千条，那个天父降临，我保释了，哈哈。老古董，你真好大，敢怕上我两面地洞？拍死啦，拍死啦！我都唔是钓过鱼啦，拜托、天父哦，你帮我老古董一条的生路，要放你一条的生路可以，除非你帮我吹出一口天下名刀，叫做断钢啊！啥？那刀哪会叫做断钢？哪有这个鸡吹名？断钢的意思。就是代表这口刀锋利无比，哦，强调这支刀来个钢嘴嘛，切会断就对了，所以叫做断钢哦。人呀，一个月时间将出刀交我，你为温婉一笔高销啊！好了好了，要去倒位找这口什么断钢刀？这是你的代志，付诸为之吧，请。钢这口刀出在何处？我四处来个探听看卖。爱性命都罔行嘞！恁个那么老干性，敢要好砍性？嘿来了！就你这笑开面的啊，你还袂死哦？嘿，你怎么死？我哪会死？你这笑剑真惊死，我那是用衰尾夺人啊！嘿，我唔是衰尾夺人尔，嘿，我嘛是007最佳情报员。哦，你007最佳情报员就对啦。嘿，你要爱情报都爱搞我咩？哦，你我那咧卖情报就对啦。凡事凡事，你就是爱用着我，嘿，所以你对我讲话较客气嘞，嘿，袂使叫我真惊死，无爱叫你啥，你爱叫我秦汉。你是咧靠背，你是安怎？恁爸吐啊，你这行个叫做秦汉，嘿，
迄个空空呢？迄个秦汉，迄个起来就是叫做林青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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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世界干那，我会知影嘿，这口宝刀，迄只断钢是虾米所在？哈哈，你知断钢是虾米所在哦？对，安尼秦汉秦小生，拜托你甲我讲咧吼，拜托，互你后摆生囝大头壳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哎，我秦小生甲你讲，还有代志，开出。驾马来，啥货哦？这驾马，迄介绍开出来，看你要罚我偌济，这关系到你的老命。秦小生，无你是要爱偌济？迄真简单，这情报值50万。哈，你烂啦！你去抢我啦！50万，迄你也了解哦，这关系你的老命哦。假使你若找无到这支断钢，嘿，你是会叫这个天父给你拍成肉酱？好啦好啦，好你啦好你啦，嗯，啦啦啦，嘿，退来，这声音被破散了，啊，你只敢要退去，唔敢甲咪讲？好啦，嘿，我甲你讲啦，嘿，断钢哦，就在迄个洞底洞有一个仙家，叫做混元道人的手头。这个人阿西娶某甲人公家，嘿，你要出这口断钢，只有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才有办法得到。办法是什么办法啊？嘿，办法真简单，20万。你哪来？你是咧抢人啊？啊，你教我一个办法，就够20万？嘿，无咱拉倒。啥货哦？这拉倒啦？啊，无多，大家无输赢。好啦，20万努力啦，啊！嘿，你是安怎？我煞唔知影，唔甘。你爸娘老人年金领遐久，才穷家还阁无啥够，啊！一斗互你创了了，闽内人心态。好，带点钱的面子上，嘿，我甲你教，耳孔我来。哦，安怎？来。安尼哦，系对，拢嘛你这歪人才想这歪波，迄开呀你方讲是，搁再来，我做临时演员，哈，你做临时演员，系对，临时演员搁加10万，唔系，搁10万，迄你免紧张，啊我若无做临时演员，你代志就会憋空，代志憋空，你就向讲是，好啦。好啦，十万啦，恁娘的，我破产啦！啦，让你摕去食药啊！嘿，你是咧靠背啊？嘿，摕啊也唔甘愿无，大家卖输赢。好啦，让你去摕去食吼，足爽的，安尼会使无？嘿嘿嘿嘿嘿嘿，你安尼唔才差不多，哈哈哈哈，爽！我真没爽！你的口声都还袂舒服咧，好。恁爸已经输，迄个100只牛嘛，唔哪只。安尼好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我先摕来寄寄咧，啊，咱才做伙来进行工作。好啦，你是安怎？我真艰苦啊。好啦，免艰苦啦，嘿，财气人平安，好行来去哦。